观众先喝。起来，来给你们看看。哎，不对，喂，哎，在你 ，Hello， 完全没有骑脚车呀，太慢了，他骑到，拜拜。骑脚车的路上见了一只马。走了人家的地盘，要想办法逃出去。现在去看海报，希望不要下雨。
是希望不要下雨，是希望有包。都没有一只海豹，天冷的，一只不懂什么事，这里有一只，暑假快点上来，海豹没有看到，我们下雨是大晚上，海豹，我们去酒店。Oh my god， 这天气也太奇怪了。刚刚才下完雨，现在有太阳啊！蓝天，这里的水好脏。下一天我们还想跟天气好，出去过一个景点。以后出去打包，回家吃晚餐。我们这有一个 fish and chip， 还有一个牛肉 burger。 什么照片我全部转去阿天的时候不小心看掉。暴风雨来咯，早安，可以上去看到太阳了。早安，可以停在外面拍照了。一个死路啊，迷宫这样哦。等下穿进去啊，然后有马在里面呢，还是有牛在里面的狗地。要弄坏人家门，快点！走沙滩啊！因为带我走这个冤枉路。